第二届谁是卧底大喜力。人啊、那我们这个谁是卧底大喜力呢？在第一届的时候大受好评。对，什么？自己讲。从新闻都来跟我们要这些影片了。没错，掀起了一波潮流啊。没错，超越鱿鱼游戏啊。那上一次呢，是只有我们四个当答题者，然后扣扣出题。扣。大家抗议说这个想答案实在太难了。哦。就我们找了陌生的。这么红的游戏，我一定要来蹭一下热度了。对对对。那我们还是先说明一下规则。好啊。那卧底大喜力基本上跟谁是卧底的玩法一样。抄袭。对，就这边站的人就是出题者。等一下会有五道题目，我们五个人都轮流当出题者。那我们会出题者会写一个小纸条，然后把四张小纸条分给四个人。对，其中里面有一个有答案，那个人就是卧底。那其他是空白的。对，空白的就是写上自己的答案啊，所以要装作有看到东西。对对对，所以你们四个人就要猜出到底谁拿到的是出题者的答案，也就是谁是我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题的出题者就是木神。来啊 ，OK， 出题了。一个破旧的海洋公园为了要拯救票房，推出了一个活动，结果成功造成大排长龙。请问他们办的是什么活动？有趣。这张色色的，这只是白纸而已吧，看到没有？好紧张哦！抽到白纸了，不要露馅哦！我好了，学完了。OK， 好的，那我们接下来就由董轩先来回答。好，没问题。好，一个破旧的海洋公园为了拯救票房推出一个活动，成功造成大排长龙，原因是什么？举办维里安 feat 海狮唱海狮会，嗨啊！笑了可以，笑了，你超刻意的，这答案好，好大声 ，OK。你可以观察他的反应，哎，对，脸红了。他越来越答案有点害羞，越来越用太多力了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位西追，哇。来，一个破旧的海洋公园推出拯救票房的活动，请问他们推出的活动是什么？就是开放民众，就是现捕现吃。看，还产业吧？越来越假了，越来越假，越来越假。创业吧。第二个好像是掩饰第一个的笑的笑。对啊，而且很像是在嘲笑他们。对啊，什么答案？接下来我们就直接顺下来了。好啊，来。一个破旧的海洋公园为了拯救票房推出了一个活动，请问他们推出的活动是什么？海洋动物全部上岸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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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一个破旧的海洋公园决定推出一个拯救票房的活动，请问他们推出的活动是什么？训练园区内的鲍鱼群表演十八招。这到底是谁想的答案？十八招，鲍鱼群。哎，这个蛮好笑。十八招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十八招是什么。十八招的招数特别多，泰国去泰国都会看哦，国外的。而且海洋公园里面会有鲍鱼吗？有啊，有吗？海产店吧，海产店吧。现捕现吃的话，一定有鲍鱼。我家店不看鲍鱼，阳光全部上岸了。好难哦，真的好难。我觉得如果依木森的个性，应该是要投问枪。对啊，好。我觉得是懂我，我觉得是董轩这个答案，因为就是比较大众的维里安，然后海狮会有点谐音，因为他知道我们都知道他是写黄腔的，对，所以如果他写这个话。就很容易被看到，但也有可能这个，所以才由你写，是不是？对，你才在狡辩他。没有没有，你抽到这答案，可是我抽到也太刚好了。对，有可能。卧底大猩猩第一届就是这么刚好。卧底大猩猩一直在这么刚好。应该说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对于这个答案的本身应该不会写黄腔，不会写黄腔。你不会写黄腔，我学演的，不会写，因为我知道有他在，所以我写黄腔就很容易混。那你会写什么黄腔？就是写这个黄腔。是吗？不要写黄腔，为什么要混淆？干嘛混淆大家？如果你都不写黄腔的话，就让他答案是最明显的。对，至少让这个话题有趣一点。如果是你抽到他的答案，哎，这样就很合理。对。可是如果你不是抽到他的答案，他为什么要写黄腔来混淆大家？那不管怎么说，我觉得那个人很像是木森会写。我也觉得那个很像木森会写。我觉得木森其实
他在丢答案的时候谐音梗其实是蛮多的，蛮多。对，然后唱歌类型的也很多。对，而且他蛮喜欢维里安的。对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。对，他喜欢维里安。喂，最近又在当那个歌手的经纪人，还要讲个笑话。而且他这个笑话就是谐音了，对，是谐音。李安，妈的，还是会嘛？但扣分，但我们第一届来讲话，每次猜到的第一个人绝对都是错。每次你们最不能是这个答案，不能，你们才一届嘛，一届了，所以我们一届玩了六题，六题，每次都要这种 pattern 就死掉了。可是如果说这个理论的话，不管我们最后怎么筛选出来的那个答案，它一定会是错的。对，不管你哪个都是错的。没有，我只是想说你们绝对是猜错的。可以，没有你想，维里安。维里安很有可能是我出的。我正在狡辩。那如果这一题好，那我必须讲。如果这一题不是我的答案呢？再说嘛。你要额外插不是，就不是我的答案，以后就不会用这种方式来猜题。瑞士的方式，瑞士用很直觉的方式去猜题。哦，不要用。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每次都是我第一个死，很不爽。这样子好像不是我啊，没有，这是上次，每次都是我第一个死，上次都是我第一个死。好，现在这个游戏是一个比谁先死的大会。这样子，他的反应让我觉得这个答案是他自己写的。不然你就写我，绝对让你后悔。我不会写你的，因为我相信。除非你在演，除非你真的太强了。耿贤的黄腔跟木生的黄腔的差别就是木生的底线是没有的。OK， 请公布答案，觉得是谁是卧底呢？好嘞，二比二，二比二，二比二，哎呀，我真的很想捍卫我这个答案。如果自己想，真的好笑。所以你就是没有我们现在没有在说答案不好笑。上次扣出题，所以会说答案不好笑。对，可是这次是分析，建立在都好笑的前提下，选出最像他会写的答案。可是我觉得他这个反应超有趣的，就是很认真的反应，所以一定不是他写的。不一定啊，万一真的是他卧底，我就认了。如果好，怪你们写我，自己死在这一回。我愿意用我的牺牲来换取你们的认同。来写，反正我下一回合一定会写耿贤。好，写我。写我会不会写？等下我还没写完。你不是要写他？你现在不能换。没完没了啊！就写我没关系，我愿意用我这一回合牺牲来换取我亲。这游戏变了吧，变成一个投票游戏。因为我是相信他这个反应是真的。OK， 请公布。好，三位觉得是董轩，一个耿贤，对，恭喜。哎，看错了，看完没错，我们太猛了吧？所以是不对，你看错了错了，所以这就是我的案了，是不是？换球的，我觉得你们都遗漏了一个重点，所以这个演技不是演技，你们都把重点摆在董轩跟耿贤身上，给一点小提示。他在救自己了。我还可以继续猜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。他在救自己了啦，现不现吃？上真的啦，我这个理论是真的了啦。上岸，敢白痴吗？上岸，白痴了。上岸，我觉得，突然觉得不要提防我啦，白痴了。突然觉得上岸好像没有。对啊，而且是你哦，原来是你，因为我看原来是他，因为我觉得要么不是耿贤，要么就是阿亮。绝对不，我的答案绝对不是木生。没有，我觉得现不现就是谁写，现不现就是他，因为有点血腥，对不对？可是他的反应让我觉得太……他最近又吃了生蚝海鲜，看你跟谁关联吗？所以他很容易想到那个方向。而且木生不太会讲出现不现吃这种话，所以那按照你这个理论的话，除非木生最近有去玩十八招，不然就是他了。我最近上岸做了，因为我觉得上岸是一个蛮浅显易懂的，然后上岸又有点转折，对，就上岸。没有没有，这个游戏就是只有不是卧底的人才会知道。而且刚刚阿亮有一个反应让我觉得很奇怪，什么反应？他说在帮你说话，对对对，你刚刚说本来你要帮我说话，死了，所以已经无所谓了。因为你刚刚帮我说话，说我觉得董轩不会这反应，但还是写董轩。你叫我写你的，你叫我写。他说你们可以写写看。通常想要赶快杀掉人，就会屈服于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走吧。好，那你们写我。干杯！我也用这个，每个人都用这一招。干杯！射董轩，你挣扎一下。哇，卧底上岸了。这个游戏真有趣，我的理论是对的，这个计划有趣。来，三个一起来。OK， 三个阿亮，一个耿贤。突然风向就变了，瞬间呢。OK， 恭喜！答错啦！答错！那这样选
你都已经死了，怎么还做了一个很像是假的假的这种反应？对啊，很气人哎，好像在掩护我的感觉，很气人哎。我要写三次给谁？气人。那应该是什么？没有，你怎么写了四次？三次梗节里面加了一次董轩。对啊，不过你还是太好想了。对啊，十八招啊，无聊哎。但如果是西追就屌了。这么简单就是我吗？啊OK， 就是了，来，请公布卧底，觉得是谁？耿耿耿耿贤贤贤贤，恭喜答对啦！看吧，真的不要抽到了。我想到活到这么后面，真的意外。真的不要抽到了。其实我有想过不要想黄的，对，但是想不出来。对，十八招嘛。但我想不出来更有趣的。但还是成功骗到两个人。对，还是骗到。我真的太笨了。我这么的相信你，因为刚刚那个反应太像之前，哪一个反应？就是啊，我觉得董轩应该在，然后谢董轩，就像我写的，刚不是叫我，是是是，可之前就是这样子，然后但我一开始我是写给钱吧，对，啊，我知道，我懂了，继续了，我们下一个出题者是董轩，要谁？好，接下来就是轮到我出题了，五，我的是一题图片题，五，我图片是这个，口技了。Game over， 底下有个门，对，一个 Game over 的灯亮起来。哦，那这穿越一下，对，穿越一下。哦，好的，那我们请 Coco 帮我们把答案发下去。是这样。你看五秒，看五秒，五秒。那边一排啊。字，这个字我怎么看不太懂？哦哦，字蛮漂亮的。轩哥的逻辑我搞懂了。很像是他会写的答案。现在每一个人都假装自己是卧底。这是他的答案。回收，开始。你别乱丢啊！哎呦！等一下，我怕我忘记了。妈的，太像了吧！那等一下，先从耿贤这边。哎呀，我还没想到，怎么知道？耿，你是监考老师哦。突然觉得压力有点大。压力才大。这次我出的还算简单了。监考老师都没看得起。监考老师还看到学生的答案写什么？对，看有没有作弊就好，还能指正。好了，好了，好，好，好。那这次从耿贤这个顺序开始好了。好，好，请为这张图说一句话，请问是手术中的灯号怎么变了？啊，好危险哦！啊。手术中哦 ，Game over 了 ，Game over 了，危险哦，不可怕，不可怕。好，再来是换阿亮。好，请为这张图片下一个旁白，请问是投胎前看到的画面 ？Game over， 已经 Game over 超的投胎，这条命玩完了。哦，是有点像跑马灯吗？没有，就是最后一个画面。跑马灯跑完之后，像以后人类都变虚了，好不好？哦，下次要选女生。好，再来是西追。请为这张图片加一句旁白，请问是？哎，这个地方是哪里啊？哦，这是我们拍 A 片的地方，它是这样子，它是这样直的看的。Go A V me。哦，哎 ，Go A V， 这是一个男友的指引路线。对对对，口活口活。好，再来到木森。OK， 请为这张图片出一句旁白，请问是？医生，医生，里面的手术还顺利吗？门口上面的灯怎么亮了？中答案了！怎么样？中答案了！果然是两个情色思想的人，精彩的来了，精彩的来了！就连不想情色的都会想到类似的。这个回答很像是陆生，我觉得是你。可是这个很像，因为我们的即兴专场吐槽里面，他会喜欢的伴侣。医生，医生，里面的手术还顺利吗？那董轩念一下。医生，医生，里面手术还顺利吗？门口的灯怎么亮？就是你了！他故意念得很深色，没有人性感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念这个，你念这个。手术的灯号怎么亮？你平常表演不是这样吗？为什么演技同归零？不是，因为我是觉得那个题目也想不到别，因为它就是灯上面、门上面的灯。应该说先来排除好，对，排除西追的，我觉得西追的不是，绝对不是董轩的，对，西追的绝对太董轩太罗杂了，西追的，所以不是阿亮，不是木森，不是你，哎，什么话，真的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应该是说不是阿亮，就是我们两个，那这全部都有可能啊，只剩我排除在外，投胎前看到的画面，
这个很阿亮、欸，是吗？这个很阿亮吗？没有去吧？哎、欸，这个不阿亮吗？啊、平常你觉得不阿亮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还跳的不够多，不是太直白了。我觉得我以前看到 Game Over 太直白，但是这一回合的你太奇怪了，这一回合的你太奇怪。但他最近想要走的装傻路线都有点比较稍微。再简单一点，我觉得平常你会跟我一起认同那个就是很陌生的答案、啊、我比较少跟董轩会撞答案，所以我们两个的答案基本上应该都不是董轩。我有一个比较有趣的观点，给你们参考。因为我们两个会撞，对啊，对啊，你们两个撞，他们两个撞答案，对不对？但你要想想看，董轩如果写这种手术房的灯号变了这个答案，嗯，他会用医生医生当开头吗？他不会。我觉得很少会用一，就是大体力。这个是我才会。普遍大体力很少会用一生一生。对他不会，他不会。因为我喜欢扮演。哦。喜欢角色扮演。我喜欢就是用角色。那应该就是阿亮。不是阿亮。是他。撞答案基本上就不会是。毕竟我们的思路理论上是一样。太没错。要把黄色不是黄色，那就是一样。你不能说话。你不能说话。你能说什么？你能说什么？我开前看到的画面，有什么想？现在还在讲自己的答案？先投胎了，董生不会这样讲话吧？投胎前看到的画面，你感觉刚刚是对这里答案不熟？董生不知道投胎是什么意思，他想要，他在想，他可能啊，他在想要怎么掰，他在想要怎么掰啊？对，被抓到了，先把他跟爆再说。你们之前有一题就猜到过吗？有，但那个是图片。哎，就是这个啦。好，那四位请公布你的答案是。一二三。行啊。哇哇亮啊！又跟你定下来亮啊！好，完到了。这个不行，玩这个游戏啊，应该找杜生来。哎，而且你看，你觉得不是你自己吗？一定不是，我们都觉得是他的，那你就顺应潮流啊。为什么顺应潮流？就没差。因为我觉得你很，那没差。那你要，那所以你现在是先让我先选他一下，等一下再选。他刚刚有说过为什么他写你吗？他没有。他那为什么？为什么要写他？投胎，他只是觉得不会。我觉得他的那个逻辑很像董轩会讲。哦。而且董轩喜欢那种很短的一句。哦。这很短啊。刚刚那个很短屁啊。刚刚那个很短啊。那是跟我一样。他现在完全在附和你。没有，我刚刚觉得不是他，是因为我跟董轩几乎很少撞到答案过，就很薄弱。因为你们是吗？拍的期望也没有很多。但是说话也对嘛，但是至少有拍的从来没有撞到过，从来没撞到过。不太可能这次刚好撞到。你这样讲不能让我觉得你对不对？直接怀疑你，你这样失败了。他保护我，保护我，但我觉得忘了太安全了。因为真的是他，真的是他。太好笑了，不需要了。你看他，好难哦，太好笑了，太好笑。好，我记住这个嘴脸。这脸好红哦。记住这个嘴脸，真的很难被冤枉的嘴脸。下一轮吧，等下一轮吧。好啦，我先顺应潮流好了。什么时候潮流变这个？我们要推进，这轮推进。这最至少先是先淘汰掉一个。对，淘汰。我跟你讲，淘汰掉他对你来说也有好处。对啊，对，因为我们就打剩一个人。对嘛？等如果真的不是他，我们再说嘛，就会变你啦。不会，我那个怎么可能是我？怎么可能是他？那个时候他们都猜，是不是那句名言？那个时候他们投梗嫌我没说话。投胎耶。快点啦！到最后说一个真的，到最后说一个东西，你们就会知道是他了，因为他之前有一个图片大喜力，没有，不是，听我讲，对，法官，这个是有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，有一个白人跟一个黑人拿的钱。哇，学什么投资啊？学会投胎比较重要。他的答案是投资算什么？投胎比较重要。因为他在那个赛前有问过我，这个图片要讲答案，我跟他讲的。那就是你的啦。好了，赶快推进了，法官。我先死定了，没关系，但是就知道是他了。OK OK。如果我是你，四位请公布答案，一二三。我需要助理哦。哇。干！不可能，不可能是他，他的答案。那个怎么可能？好了，我跟他太过分了，杀错人了，杀错人了。有想起他刚刚的嘴脸了吗？杀错人了，各位，他的嘴脸有想起来了吗？这一次肯定抓到啦！太奇怪，这是你，你平常不是讲一些言论吗？因为我知道了是吗？这是你，我觉得这次连我知道的都不用讲。你这是暴露戏。四位请公布答案，一二三。哇，阿亮，你那好，我们推你可言呢。
是木森吗？董轩会写错一声一声。不是董，董轩有可能会写。哎，卧底大师不能常玩啦。不能吧？还是说董轩会，董轩会故意打一个不是他风格的？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对啊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有可能会让我们四个人更苦。可是董轩有可能想到躲在里面。董轩有那么多答案可以挑吗？这一题是为什么问我啊？够 AV 这个回答的巧妙方式，是比较细追一点。但是董轩有时候好像也会这样。你不说你有什么吗？我不用会竞争辩了。我觉得我的答案很有鉴别度。不是，我的鉴别度就是说一定跟别人差很多的意思。很贱，很贱的，很贱人家一样。的确，你那个答案的确是很细追的。CJ 很肆意追，追没有，我模仿也太过分了，模仿就比较夸张嘛。CJ 哦 ，AV， 最后一个字真是好了，我要儿蛮像董轩的儿，会儿。我觉得董轩不会说一声一声。没想到回答这种答案居然很少，我总觉得会有不好的结果。1、2、3 C 锤 C 锤都是 C 锤。我故意念得很拗口的时候，也被你们看出来。我想，哇，输定了！完蛋了！你那个搞笑中心很有默契。你那个声音到已经不像是在演了，像真的很生硬。哎，真的在执行的时候超紧张的。对啊，因为你要多讲话，很怕露馅。对，再念一次。低声一声，低声一声，里面手术还好吗？那个灯怎么亮了？哦，很像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一开始就有说很像他会扮演的语气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是你一开始就完全我错了，而且他完全带风向说董轩不会说一声一声，但我相信你，我超感谢他，这句是我说的，而且我刚刚在当时在你们后面走来走去，我想哇两个太壮了，好精彩，好了，晚安，下次听你们的，戴罪羔羊，你就当出题了，第三题了，各位 ，OK， 我的题目是龟兔赛跑结局之后的故事是什么？你觉得龟兔赛跑这个寓言故事流传很久了？对，大家看这个故事已经无聊了，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哦，哒哒哒哒哒，太好笑，哈哈。哦，是木森抽到了，给我笑看。好了，各位，好，好了，那我们要公布答案了。我们从木森那边开始。OK， 木森，请问龟兔赛跑结局之后的故事是？到了终点之后，兔子就问乌龟说：“为什么你会跑那么快？”乌龟说：“因为我头上有马眼。”看来了，看，这题不需要这样吧？这题没必要，我们逃得去吧？这不是都有办法好吗？好，那我们来看西追答案。请问龟兔赛跑结局之后的故事是？后来乌龟又去找了狗啊、羚羊啊、斑马挑战，就输了一塌糊涂。好，太好了。啊，狗、羚羊、斑马，乌龟是不是觉得自己大伟了？对，输了一塌糊涂。大头阵，大头阵，大龟头阵。大龟头阵，大龟头阵。来，董轩，请问龟兔赛跑结局之后的故事是？赌盘的主头全部都跑路了，我去，兔子靠外围的大臣。我来耿贤，请问龟兔赛跑结局之后的故事是？三缪杰克森出现跟乌龟说：“我们需要乌龟侠，乌龟侠。”三缪杰克森就是 Marvel 那个独眼的那个，是一个测验，对不对？对。脱裤子，尼克弗瑞啊，原本局局长，原本乌龟就像美国队长很弱，然后后来赢了枪帝之后，我就来招募他。你什么时候会出三缪杰克森？我喜欢看 Marvel。Motherfucker， 三缪杰克森。我觉得不是耿贤就是董轩啊。我觉得西哥这个答案蛮像是他的 style， 就是各种动物啊。可是因为刚刚一开始
吐槽的时候，阿亮吐槽说是桃太郎啊，结果他仔细看，哎、欸，动物不是桃太郎的动物，所以他误会。他可以先想好啊。哦、你说他先故意说你是桃太郎哦，就一个哎羚羊什么？不可能啦、啊，不可能啦、啊！我跟你讲，应该是耿贤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质疑他，他没有道理质疑我，我质疑系统。没有，我刚刚一直不断的在乱质疑，又不是只有这次来质疑。你是在保护你自己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不是。这个答案有两个不可能的地方，第一个阿亮不喜欢荒谬杰克森，第一个他不喜欢 Marvel， 第二个他没有写错字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是你要写错字？难道你会跟着他一样写错字吗？纸条说你有错字，有可能。可是你会写出三秒杰克森，可是你也不会写 Marvel 的答案。对，我会啊，我会啊。你以前有写过 Marvel？ 他现在就写他。有啊，以前我那个什么绿巨人啊、蜘蛛人、钢铁侠什么的，对我都有会在答案里面。哦、啊，我觉得董轩啊，我吗？杜潘，全部。因为最近我们演直期。对篮球里面那一段，他在说，哎、欸，最近赌盘开多少啊？可那一段剧本是我写的沒有，可是他们平常有在下球。对，我们都有在玩公益彩券啊，运动彩券，运动彩券，对。對所以他对这种分胜负赌盘的事情，对，他会很容易就想到，有点敏感。就是，所以这样总结下来，陌生是最不可能的吗？我基本上就是保护我自己啊，毕竟他那种他会说马眼，可是他有可能就是为了。哦，他不太可能会做这种事，对不对？阿亮不可能会为了写，就是不会为了赢，所以去写了一个马眼。他也不知道木森会不会抽。那你在搞什么？对啊，他不会抽答案。不是啦，其实是因为我想其他的答案，他觉得没什么好。是你的浮水力量。我舍弃不了。黄腔的部分是很黄啊，可是为什么有马眼就会有？因为他跑跟马一样快啊，他拥有马一般的眼睛。哦，他马眼不是那个马眼，不是那个马眼，这个好吗？我觉得西追的答案很阿亮，冰吹啊！我一开始看到有这种感觉，你们不想要第一轮就猜到是阿亮的心情也太夸张了吧？那你觉得讲的都有点太牵强了吧？那你觉得？我单纯觉得这个风格蛮像，可是他这个反应根本你就没办法解释啊，他怎么可能讲错？我自己是装傻，我自己心里面强，他觉得是。好，谢了。每个人都是 follow your heart， 谢谢大家。公布你们的答案。一、二、三。西追，西追，董轩，董轩。哎呦！公布你们的答案，一、二、三。没完没了啦！一、二、三，西追，西追，给搞屁啊！我们改一个，你的第一名跟第二名，然后积分加起来谁高？好 ，OK OK， 谁两个？随便，好，两位，谁两个？写好了，一轮就决出一个结论。一二三，西追董轩，西追耿贤，耿贤董轩，董轩耿贤，有两个西追第一名，所以西追被淘汰了。董轩是第一名，我的董轩是第一名。好，看我又是第一个死了，还不确定啊？是不是董轩是我的答案呢？耿贤，没有，你是耿贤。那木森，你想清楚，耿贤，你说服一下，你说服木森就好了。你想一下啦。可是我总觉得刚刚阿亮那个吐槽，没有，他的演技是很好。对，你，我们不要问一些杂讯，你就单纯认为这个答案是谁的答案，这个答案是谁的风格？董轩，第三次被杀死的天使。对，反正我到卧底是吧？我动摇了啦。这一次是你们推测，觉得他的答案是很他的 style， 阿亮的 style， 不像西追。可是他们就跟那个头部老师一样，只讲好的，然后坏的他们解释不了怎么讲。就是在刚刚那个吐槽，然后就解释不了。对啊，解释不了，一直说跟我说，然后一直略过，然后就是不忽略那些杂讯。我要先相信我的直觉啦。好了，谁好了？来，一二三，他又一样。写自己啊，所以哦，因为这样我就这样子，叫我有积分呐、啊，好聪明哦。西追木森，西追耿贤，耿贤木森，耿贤木森，耿贤死了。好、啊，那答案是不是耿贤呢？耶！他也被你们
写的时候，他说写个无聊的，所以平常不会写复仇者的话，那今天就会写。没有，我本来就想说这个答案可以嫁祸给董轩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很喜欢写复仇者。对吧？啊，可是龟兔赛跑复仇者，我想要拍起来。好吧。下一个。好，接下来出题者是我。那我的一样是图片题，我的图片是这个。丹丹，搞色了。好像感觉会出我的图片。对。但是我的答案历史变态是什么？历史变态。穿越一下，包括我来分派答案。好。我也是 random 的。哎，你怎么给我这个？看五秒。哦。早写了。然后我们从阿仁开始，请帮这个图片配上一句话，请说。儿子啊，想要弟弟或妹妹吗？不要勉强了啦，来。差了30岁的弟弟或妹妹。那下一个董轩，好，请帮这个图片配上一句话。耶、yeah, ，我终于破处了，值得开心。好，请轩，请帮这个图片配上一句话。哎呀，现在 A B 男女优都随便了啦，反正有换脸。好，换脸哦。时事 A B 男女优出现了。好，木神，请帮这个图片配上一句话。老范，你以为干冰粥嘛是随便说说的吗？请开始你们的讨论。有两个干来干去的东西啊，是真的有点难。我觉得董轩的很董轩啊。嗯，杀我当第一个，就算认为是我也不要当第一个。杀人，木生很喜欢咒骂我。哎，那就是他本人写的。对啊，时事他会用时事吗？对，钱会用时事吗？他不会蹭的这么明显。对，他不会蹭的这么明显。他不会直接讲出来，他会有点包装。而且给钱不喜欢小玉。对啊，这样只差你而已。所以你喜欢小玉。儿子哎。还是我们没有抽到那个字。我个人大家都抽空买。我个人觉得不是董轩就是木森了。我猜是木森啦，因为我也想猜木森的。虽然是很他，但是耿贤在不用自己讲出答案的时候就会很无上。可是又要回到那个问题，就是又要被木森抽到。对，说不定张刚刚还是我们每个人来念一次这个答案。中间假装是我抽到了。哎，老范。哎，老范。哎，老范。哎，老老范是你自己加的。原本上面就有植物。哎我用隐形墨水。好啊，所以原本上面就有。所以上面有老范。我原本有写。原本上面就有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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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来，你先投吧，你先回归哦。不是你在说吧？1、2、3。你好抱歉。最好以这种方式输掉。我想看到更激烈的讨论。我好笑。我刚刚讲完，我吓。爆冷他脸，爆冷他脸。没有刚刚什么叫刚刚是被取到原本。我也说谎，可不久演了。有趣哇！哎，笑了，笑了。可是这种答案被木森抽到，物理大题也很邪门。对啊。好，那么最后一题了，是我来出题啊。哎呦，这一题是一个算是音乐题。你遇遇音乐人了。先听一段。好可怕哦！鱿鱼游戏，鬼故事。那请用他跟他一样的语调，然后说一句话。哦，需要再听一次吗？再听一次。好。蘑菇马古奇皮亚森尼达。看五秒，看五秒。不要让桃山音乐丢脸。好了，好。那刚刚是从哪边开始？从我这开始。所以现在从木森那边开始 ，OK， 好，从木森那边开始哦，来喽，预备，
Go。我先放一个。好。请用这样的语调说一句话。我问他价钱，他说实。可是你问的时候也是私密嘛？所以我现在底下留言说丢了，私密。为什么不说？为什么不写私讯他？因为私讯他的话有够那么保密的感觉，私密他。保密的价格。而且我明明写价钱，你们写价格。哎呦，你每个都好。还有我刚刚唱出来一个价钱，这样。好，接下来换耿贤。请用这样的语调说一句话。不小心动了就射出来啦。OK。因为射木头呢，你不能动。对。你一动，子弹就会不小心射出来。超有道理的。完全没有黄色的成分在里面。有吧？好，再往下走。对。好。请用这样的语调说一句话。我中康说你硬要走吉他。走吉他哦，走吉他。在跟老师告状。对。我中康说你硬要走吉他。好，阿亮，好，来了，真正的卧底要说话。请用这样的语调说一句话。我睡过头，抱歉，下次约吧。喂，下次约吧，下次，我睡过头，下次约吧，下次约吧，下次约吧。我睡过头，抱歉，下次约吧。怎么听起来这么六七八九十啊？哎，为什么听起来？我睡过头，抱歉，下次约吧。没有，那你应该抱跟歉要分开。我睡过头，抱歉，下次约吧。没差啦，四个字了，四个字，四个字。我会唱自己的答案，哈哈哈哈哈。这个糟糕了，别人的答案不好猜吧？因为有时候很难抓那个，就是不是自己的节奏。不过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他的答案，很像是我答案啊。我觉得对，因为西追的节奏感没有那么差。他不是谁唱就是谁的问题。对啊对对，是因为他是他唱，因为你的问题。我节奏感其实差。没有，因为这个字数分配的跟那个音。不太好，我没看过鱿鱼游戏，我没看过鱿鱼游戏。可是你有听过那首歌吧？但是我听的次数一定没有你们多。哦，好了，我觉得这也很董轩，这很耿贤，哎，不就是你抽到？哇，哎，我这也很我啊。对，我问他加钱，他说西追会写什么样的答案？西追我觉得会写妥中康，西追很喜欢押韵。对，我觉得呢，妥中康，对。几乎一模一样，抓到了。抄吉他是我，而且他刚说他每一题都要讲，但是只有董轩的时候他没有讲。对，哇哇，所以就抓到了，所以我又是第一个被抄掉。我不管怎样写都很像我。可是要讲押韵的话，那私密他怎么解释？对，还是你没有？我个人也是很会押韵的，他也蛮会押韵。那不能拿来跟我，因为你押的是前面的。对，我都说他全部都非常漂亮，真的非常漂亮，完美。三个都压得太漂亮。没有，我觉得你越帮我讲话，越是害了我。哈哈哈哈哈！这完全是我的答案啊！你帮我讲话，对呀，哈哈哈哈哈！你这样会害我第一个死哎！啊，就是不小心打从心底就想保护，本性会流露出来。对，不行啊，这样我又是第一个死。每一个答案就像是自己的小孩。我又是第一个死哦。为什么写我？你不是说很我吗？但是你刚刚不止我吧？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想说，反正你们三个写，哎，我写什么都无所谓。公布答案，一二三，因为他被猜到了，所以猜到了，猜到了，董轩，猜到了。玩大喜力玩家的尊严，我很我，我很我啊，我写的哦，可是对啊，射出来的，这完全音调都不对啊。思密他，思密他，我问他价钱，他说思密他，思密他，思密他，这个很屌。然后我原本答案是乌拉鲁米汤阿门被修理吗？哎，这个很像你啊，对，可是字数不对了，对，没，我刚刚只在乱念，他的风格就是字数不对。这就是为什么马上给猜错，因为从头到尾只有我在遵守规则，其他人的字数都把不
对，要么音都不一样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很容易就猜出我了，甚至不舞啊，真的。哇，但是不错了，有趣，有趣，有趣，好玩。好，我们第二届破题大系列就到这边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Thank you， 谢谢木生。